你回到家了，哎，吓死我了！师太跟大叔说，说你知道小马撞车之后，第一只头就走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赶紧找我。等我打电话给你，你怎么不接呢？啊，姐，你报答神恩呢？哎，是对的啊，神明知道了，心领了，大半夜了，神明也要睡觉的，你也累了，你也要休息了啊。满盘皆是业。 孙子必须爹，满盘皆是业。孙子，姐，你不要吓我啊，姐啊！满盘皆是业，孙子必须爹，是我害了马季，我不应该当他妈，我不应该、啊。不是，他出事故只是个意外，跟你没关系的啊！我一对他好一点，他就撞车，你说跟我有没有关系？ 相氏早就警告过我了，他说我命中克子，小豪就是我克死的，小豪是我克死的。姐啊，如果要抱住马季，我一定要疏远他，母子情，越淡就越安全。什么母慈子孝？ 想都不要想，想都不要想，不要想。阿姐，我怎么跟你说，才可以说服你呢？怎么才可以让你相信那些个风水命理没科学根据、骗人的？为什么宁愿相信外人、相信石头，都不愿意相信我说的话呢？我知道你希望我们母子感情好，可是我不是迷信，我算得清清楚楚的。上次枪击第七次。 这次撞车第八次，马敖都只有九条命，下次马季会怎么样？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我不敢，我一定不能再试。如果我在他身边，马季一定会没命的，不能再试了。哇，有贝贝这个大客户。 以后家用没难度，以后能有更多机会见到贝贝，更是一件开心的事。家用给的更多，我妈肯定乐死了。哇，有为，这么早啊？哎，我不跟你聊了，我好想睡。妈，家用放在供桌上。姐姐煮了清补凉，喝了咱就睡。最讨厌清补凉那种味道了。良药苦口啊。姐姐特地煮给你喝，清热去火，把它喝了。都说不喝了，你喝吧。 那你现在不喝，以后都喝不到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姐姐不再煮汤给你喝，不再逼你拿家用，不再啰嗦你，你已经自由，你以后高兴了。你说什么呀？我妈呢？你妈说以后不再当你妈了，离开了。晶晶真的不在家里？我又做错什么呀？她又生什么气啊？最近好好的，又煮饭给我吃，又煮汤给我喝，好好的干嘛要走啊？原因让我觉得很好笑。 你妈走，原来不是因为生气，是因为爱你，还有不想害你啊，姐，你的决定是错的，你不需要离开这个家，而且不需要离开小马，你怕克他的话，可像以前那样，板着个脸追他要家用啊。有为啊，我跟他非亲非故，我们没有血缘关系。当年因为我自己儿子死了，我太伤心太寂寞，才收养他的。 我凭什么为难他？他现在都三十几岁了，应该有自己的人生。我不能这么自私。亲娘不及养娘大，你对他有养育之恩，你就让他还嘛。他没欠我的，是我欠他的。我一疼他呢，他就出意外，倒不如不要再见。我不在他身边，就不会克他。 就可以平安无事了。我一个人就一个人，会死吗？我一直以为我妈不爱我，因为我不是亲生的，没小豪那么好。原来她只是想保护我。
害死小豪的人不是我妈，是我。你在说什么？小马，你真的要说吗？金晶跟有为不会原谅你的。没人原谅我也要说。其实当时我跟几个小孩在水塘那边玩，小豪担心我跳下水帮我才会淹死。不是，警察不是这么说的，说是小豪自己下水玩淹死的。我那时候还小啊，讲话讲不清楚，警察误会了我的意思。之后在公园遇到小豪的妈妈，我很内疚，我很想跟她说清楚整件事的真相。她突然之间抱着我，我从小到大没被妈妈抱过，那一刻我没有说出来。之后她收养了我，给了我一个家，我更没勇气说。我不知道你们母子想怎么样。带我见我妈，我要跟她说清楚。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啊？害死小豪的人是我，该内疚的人是我，不是他啊。信不信我动手打你？你这叫伟大吗？这叫自私。你刚才没听我说吗？你妈已经失去小豪了，她不可以再失去你。你现在说是你害死小豪，如果你是你妈，你如何自处啊？小马，有为说的对，如果让晶晶知道真相，她一定没办法接受你。晶晶就等于失去你这个儿子，她一定会崩溃，一定会痛不欲生。不然怎么办？要我继续瞒着她？你既然已经瞒着她了，就瞒她一辈子了。就算你再怎么自责也好，你都要忍下去。马季，你要答应我，永远永远都不能让你妈知道真相，你要永远当她的儿子。看来小马和晶晶的心结是小豪。姐，怎么样，住在贤姐家习惯吗？很好，阿贤把女儿房间让给我住，算是对我不错了。哎呀，不过我不想打扰她太久，我正在找汤房。哎，一个女人住什么汤房啊，又贵又危险。我已经想好，你搬去我那边住，我搬去你那边住，那你跟小马就是不在一起住了啊。喂，小马最近好吗？我一五一十跟他说了，他听了之后就一直闷闷不乐。你要死了，我叫你不要跟他说，就说我回老家了啊。你就是不听我的话，你真是太可恶了。我看不过眼也忍不住得说，你打我也好骂我也好，你们母子的事我不可能不管。姐，你问问你自己，你舍得离开小马吗？他是个孤儿的时候，他不知道什么叫妈妈疼爱，什么叫家庭温暖是你给他的，现在你要让他当回孤儿啊？别再说了，再舍不得也要舍得，我根本不应该有这个儿子啊。姐，小马真的很想你啊，真的很希望你回家。你走吧。嗯，你走啊。嗯，我叫你走啊。嗯，你就是不听我的话啊，如果你再逼我，我连你都不见。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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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抓我，别碰。来抓我，我一定会抓到你的。小豪，先不要玩了，过来休息一下。哦，满头大汗。来，小马，小马，我请你喝。嗯，好不好喝？给我留一点。我还做了蛋糕，你们谁要吃啊？我要。
妈妈。小浩。